Hello， 你们好吗？想回台湾了吗？如果欧洲太远回不来，那记得来参加曼城 Passport to 台湾，让你有回家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舒明，舒明，有多久没有回家了呢？不论家有多远，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家。欢迎大家来到英国曼城参加 Passport to 台湾，一起回家吧。各位海外的台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基。因为我久无回来台湾啦，我知影大家一定拢做想厝，但是大家若是想无用的话，大家会当来曼城的 Passport to 台湾，不要错过。你好，有闲啊，等来台湾哦。啊，若无闲，就来去参加英国 Manchester 伫九月初八初九的 Passport to 台湾，让你感觉等来台湾同款。九月八号、九月九号，曼彻斯特 Passport to 台湾，打鼓浪乐团，即将等你等来哦。你好吗？想家吗？什么时候要回来？九月八号到九月九号，英国曼城 Passport to 台湾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嗨，我是《幸福路上》的导演宋新颖。各位想家了吗？如果路途太遥远，回不了台湾，可以到曼彻斯特参加 Passport to 台湾的活动哦。Muka saka saya tamu rumah.你好，什么时候要回来？我们是灭火器，邀请大家来英国的曼城 Passport to 台湾，听台湾兵，听台湾歌。对伊也走最蓝的春天，教我岁月的汗水，丰富有机的人情味。等来去